像那个任贤齐小齐哥，他就是露手臂、露肌肉，是。好，那像这个晴天的这个光良哥呢，他就直接露腹肌。我们真的有练，但不多不多。我看看我自己，等一下。喂，还真的没办法。高五人拆火变靠五人合体，背拱肉肌肉自嘲有练但不多。到底是谁说要开敞篷车的？那时候天气很好，谁想到会变这样子？敞篷车帅嘛，帅是需要代价的。现在是几点？六点半吗？少来了各位，因为那个雨十分钟前才开始下，如果现在真的是六点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五月天回到那一天，25周年演唱会太原站四场中的最终场，找来同门师弟妹告五人当嘉宾。我们今天也是靠五人，耶！欢迎我们主持人马莎。哎，那我怎么办？对，被直接排挤掉。哎，你去旁边啊！其实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低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没关系的，那个楼梯在哪里？我可以从上面下去。在所有相亲音乐里面呢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冲得最快、跑得最快的一组师弟妹呢，就是告五人。如果你们唱到鸟巢的话呢，师兄一定当你们嘉宾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努力，我们努力。我为你们提供一些哈，就是前几天来的嘉宾他们的做法是好，像那个任贤齐小齐哥，他就是露手臂、露肌肉，是。好，那像这个晴天的这个光良哥呢，他就直接露腹肌，是是。现在就看你们怎么办。哇，我们其实这个状况是这样的，我们真的有练，但不多不多，对，对对对。我看看我自己，等一下。喂，还真的没办法，那就等你们到鸟巢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三个一起肉多一点。喂，走过路过每一个，回头转头还是错。